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红果果亲子游戏。今天呢，给小朋友们带来了《冰雪奇缘》奇趣蛋，还有卡丁猫奇趣蛋玩哦。先拆《冰雪奇缘》奇趣蛋吧。哇哦，奇趣蛋上面有我们的艾莎公主、艾莎女王。艾莎公主的魔力非常强大哦。是一个英文版的奇趣蛋，打开这个艾莎公主奇趣蛋，里面什么宝贝呢？先看看这一半，看到的是巧克力，里面有巧克力饼干。这半是什么玩具呢？小朋友们看看，这像是一只什么动物呢？像不像是犀牛啊？又有点像恐龙。还有一只勺子，接下来拆一个凯蒂猫奇趣蛋，包装上面有凯蒂猫，这里写着凯蒂猫的英文名字 Hello Kitty。 凯蒂猫头上戴了红色的蝴蝶结，里面有维 C 果豆糖，有神秘礼物，有魔术道具。开它吧，跟小朋友们分享分享。这是一个魔术道具，一包积木，还有一包香素 C 糖果。先组装这个玩具吧，把积木拆出来，看看组装说明书。这是一艘战舰，背面有一系列的战舰积木，开始组装这艘战舰吧。积木组装好了，看看战舰的后面呢，有螺旋桨。哦，这里掉了，再组装一下。后面有螺旋桨，螺旋桨可以转动。后面有灯，前面也有灯，
这里应该是驾驶室吧。接下来咱们看看这个魔术道具。哇，看起来好吓人啊，有钉子，还有血。这是魔术玩法，把道具放进口袋里，把手放进口袋里，穿进去道具里，然后把手伸出来，装得很痛苦的样子，让人感觉很吓人。好，因为我们这里呢没有口袋，所以这个小魔术我们就不能给大家表演了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儿，欢迎大家订阅我们。我们每天有更新，记得下次收看我哦，拜拜。